工作到深夜让人超级疲累，如果身边有人一起努力或者陪伴着，相信疲惫感会减少许多。日本一名网友某天加班到很晚，没想到家中的猫咪宁宁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，还是默默地守护主人。虽然后来猫咪等到睡着了，却也让主人感到超暖心。主人在家中工作时，猫咪坐在旁边陪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猫咪实在顶不住，看着爱猫宁宁爱困到不行，却又不愿留下自己独自工作，再想睡也仍维持坐姿，没有趴下躺下，让人不禁感动直呼，实在是很忠心很可爱。猫咪已经睁不开眼睛，仍努力保持清醒。网友们大赞猫咪睡相可爱，纷纷留言说它竟然没有趴到键盘上。猫，你继续工作，我先睡一下。键盘变成它的枕头了，守护主人到睡着，好温柔，好可爱的猫咪。有它在旁边守护，奴才工作时一定更有动力。这么懂事，这么贴心的猫咪，主人一定很爱它。